给他治治。哥哥们，还有40多分钟了，能凑一下吗？真的。你刀注意点啊，麻子。刀注意点。过了五星马上就好啊，麻子他们说你过了五星马上就好了。卡哥来了。哎呦我卡哥。卡哥。卡哥。兄弟们说麻子过了五星会不会好起来？笑死了，我操！他个舅舅，他个。刀路残雪一雕。你为什么要把东西全部扯出来玩呢？啊？什么东西？这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全部扯出来？就这些东西啊。没有啊，就是要找的东西要拿下来。不是拉肚子，他说他肚子疼，不是拉，是疼。拉了几次啊？拉了两三次啊？拉两次。两次。但是现在我感觉放屁，我都不敢相信他。真的，放屁是假的是吧？这怎么又来个狗子啊？那狗子走了，又来个狗子是吧？好锤子，过了五星想六星啊？没有没有，就想他妈的会说话，好好说话是吧？应该是下午他热了，然后把这件衣服脱了，脱了之后，然后在那里睡觉，估计就感冒引起了吧。也谢谢会放屁的蚯蚓送的粉丝荧光棒，谢谢。这也是哪个大哥改名字了？到青田没有啊，卡哥没有到青田啊，这海口海口。卷毛来了，还有卷毛。不管这个呀，我把这个弄。端下面那个架架，端下面那个架架，把它往两边撇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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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明总，欢迎明总。明总，你到了吗？明总，我给你发信息，你看，别扔在里面去啊。发现你是把我当成一个智力没有满一岁的人。我是怕他妈的做傻事哦。明总，你到了吗？明总。重点是哪？重点是台州。对，下水道有沼气。宵夜都吃好了，我在临等。我给你发信息，你看到吗，明总？没有，那时候他们一直都以为我们是他朋友问他呢，问我在哪里，说还在下水道。然后我朋友问他呢，我说这上班的工作很快。然后有一次，我跟他两个人都坐在里面。烫烫烫。就在放一会儿嘛，就在那放会儿，别拿了，等会儿来最后来拿那个，就在那放会儿。没吃完，留了三个，还有三串。儿子还是收拾的挺好的。没有没有，在下水道旁边有很多水，雨水，把它浸湿了，看嘛，浸湿了就好了。这狗是不是会过去舔一舔啊？等会儿把嘴巴烫来霸气，日脸的你去舔嘛，去舔，我日脸的，我看你去舔，要把你嘴巴舔来霸气，你去舔嘛。去舔嘛，那等会儿把嘴巴舔来霸气。
还差39分钟了，哥哥们，一号线面吗？还是铜是不？一阶的9.2铁，我来收拾，你把周记拿去，然后把五线裹了，好不好？你有那个精力吗？一阶的9.2铁，你然后接下去来给我发个定位就行了，可不可以？行吧，你把五线裹了，好不好？没过五线不得行了，兄弟。过个五千。把那个药给我拿上啊！你把药拿上嘛，你自己拿着去吃啊！背包。你没喝酒，你中午可以吃了，你都，我看，我都够，4个多小时了，可以吃了。那没有，那有几个好干的。那个不。给我抓了做狗吃看，把那个包背上吧。我跟这个喊的背，你背嘛，还有什么这个你肯定要背啊。纠结了有两三个月吧，中间好像说我没有给你弄，我一个的，就这边一个。烧烤店重复了吗？错了。我一个什么城？二十个什么城？什么城酒店？哎，兄弟们，啊，拉了兄弟们，拉了。我靠，拉稀了，不是拉稀了，是浑身痛啊，然后肚子痛，然后就是跟感冒那种感觉症状一样啊。这个好哥哥李总，今天晚上真的只能跟你要了，属实整不了活了。我本来我是想把那个收了再回来的，我感觉我来收了我坚持不住了。应该是今天不是骑车时候热了吗，热了我就把衣服脱了，脱了以后然后就一下可能就睡了一觉，然后就感冒了。应该就在下午那里，我不是躺地上睡一会儿吗，睡了就感冒了。应该是吃了那个药，还记得前天吃那个药吗，吃了之后又没有发泄啊。然后你看脸上痘都憋出来了，看，看见吗？水恢复去了，必须要干点药。华城宾馆，这儿好，到了。兄弟们，有没有哪个大哥带个头的？这个五星不能断啊，兄弟们！啊，这个五星不能断，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个五星给保住啊，把后面热度还有推荐给保住，兄弟们！啊，五星千万不能断。我先去问问多少钱一间，我先问一下这儿多少钱一间。如果是100块钱一间，我在这儿订；如果是110的话，我在那个上面订啊。华城宾馆。八成宾馆，八成宾馆。五星过了，感冒立马好。870有个，支持一下吧。是真不行了。问一下。Hello， 有人在吗 ？Hello。真医药费了，这真的都整上药了，兄弟。看吧，这前列腺的。登记上二楼，兄弟们，上小二楼啊。哎呦，有人吗？老板，有房间吗？有。标间多少钱一间？120。一百二。嗯。能便宜点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阿姨便宜点吗？现在便宜了。现在便宜了。现在120了。120了。你给我便宜点嘛，再便宜点，100块嘛。没有的。啊？没有的。我的美团才100块。你哪个人你都不要骗我，100块原来你不会买美团灯的。美团店我们这里开的都便宜，贵一点，他们说了，叫他们有时候在这里
开，他们都是在这里开姐姐不帮他帮你他。真的吗？好吧。标间。两个标间，两个床的。嗯。可以洗衣服啊。有。在几楼啊？洗衣服五楼。五楼，好。五楼那个顶上哈。顶上啊。那个灯开起就是了哈。哦，好。房间那个沙发那个门口那里就是有灯的，开到那个洗衣机哈。好好好，谢谢阿姨。我微信给你。放在那个小柜来洗哈。哦，我要放那个身份证拿过来。嗯，那个放200块这里，随便你是150啊是200块放这里，明天早上退房的时候卡拿过来就。那我就给你220可以吗？你明天退我100。那个是没有事的。不是，我说我先给你房费嘛，然后你再说多少押金嘛，可以吧？啊，没有事的。啊。不是，我怕你算混了。我说一共给你220，100块押金。你知道。好，然后押金多少，阿姨？我叫你付200块，你。好，200块，好 ，OK。这不要200块了，你再付100块就行了。哦，再付100块就行了。哦，你说一共付200吧，是吧？哦。付80就行。付80了，哦，懂了，一共给200嘛，加房费。我还说你说。那押金一共付200，好，好，我就是嫌弃一共是80，是这样哈，100、200，身份证拿过来，身份证，说错了，我还说你说的押金给个100、200，不是，我说你在押金随便你放150，是放200，你如果是放150，我就每天早上退给你30。放200，我每天早上退你80，是这样子的。阿姨，你没有听清楚哈。要两个床的哦。哦。一个床我卷不下。一个床是110。哦，两个床是120哦，要贵一些是吧？本来是原来是，这个是两张床是138哈。哦，这个还免费送一盘西瓜呀，阿姨。啊。还免费每个房间送一盘西瓜呀？没有的，他们是打牌的。哦。打牌那个包厢，你要不要我拿一片给你？哎，不用，谢谢。哦，这里齐齐的有呗。谢谢阿姨，不用，不用，开玩笑的。要不要水？要就拿一瓶。啊，水可以，水可以，405。405是吗？啊。405。要冰的不冰的？啊。要冰的，冰箱的。冰的吧。两个人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他还没有来他这儿吃饭。谢谢。四楼是吧？坐电梯。四楼。啊。那个我西瓜，这里有。哎呦，谢谢，不用。谢谢阿姨，真不用西瓜，真不用。哎，阿姨，那吃一牙吧，吃一牙就行了。啊。吃一个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好一点。哦，这个可以。杨梅要不要杨梅？杨梅吗？嗯。杨梅好啊，杨梅吃一个。哦，够了。阿姨够了。哎呦，这个呀，谢谢。哎呦，妈妈看着都哭了。哭了，这里先吃不得。啊。嗯，哥们。那你做那个吃了那个皮就放在那里的啊？对。谢谢蛐蛐啊，谢谢蛐蛐，谢谢你的号真好。是的，我们是这个杨梅。感谢蛐蛐，谢谢蛐蛐，肚子也不疼了。二哥在外面，感谢蛐蛐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众筹一下，把这个5星给过了吧。我真的人太难受了。这杨梅是治拉肚子啊。嗯。谢蛐蛐，感谢蛐蛐。谢蛐蛐静默遗迹啊，感谢蛐蛐，这去两个静默遗迹，怎么不长这个5星的进度条啊，蛐蛐，这个爆了之后怎么不长进度条啊，这5星怎么不变呀、啊、
得去小花家。谢谢阿姨。你们不客气了。嗯，倒挺大的，是的。二哥，你往前走150，那个华晨宾馆啊，你来就行了。哎呦，小朋友好。华晨就只有一个酒店，你就……哎，哎，我房卡没拿。哦，房卡。没用的纸，没用的纸，怎么会没用的纸？我要去楼上找纸。405。不行啊，旁边有个这个喷喷刷电梯的哈，这个刷电梯的这个，这个405，这绿色刷电梯的啊。我们还有几分钟，12点，兄弟，不能洗澡，不能洗澡，现在只能睡觉休息。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我们还有26分钟，我们把这个五星给他小过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。拉了。啊。兄弟们好难受，不行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应该是那天吃了个药的原因。
我今天没有进麦区长，有一点点吧，但是不太明显。唉，我把这个门打开，二哥来了，他自己进来。你就睡那里吗？哇，老子这个空调，我从那空调出来，我从电梯出来，把他，他吓到了，他还骂我，我操！是吗？对啊，太没素质了，这个人。我坐个电梯，我惹你啥嘛？是吧？欢迎阿雅哥，欢迎阿雅哥。麻子不舒服，兄弟们，还有22分钟，能不能看见光，看个奇迹，兄弟们。能不能看个奇迹，兄弟们？遮到，草管扣分啊！遮到。谢谢兄弟们的小礼物，谢谢。兄弟们，还有20分钟啊，我们来凑一凑啊。还是这样多吗？夕阳哥好，夕阳哥，麻子直接拉了，他哪里去拿的杨梅啊？感谢豆皮船长的粉丝红包，谢豆皮船长。拉肚子，肚子疼，不是拉肚子，是肚子疼，然后拉了2次。欢迎兔特哥，欢迎兔特哥。这再阳估计再阳了呀。
买了要的，买了要的，买了要的，不知道啊。人不舒服嘛，人不舒服就让他休息，兄弟们啊，这样说，反正12点过了啊，我播到12点20吧啊，能过五星大家都凑一凑好不好？因为差的确实差的不多啊，不能过啊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俩一直在一起啊，巧克力。娃子怎么了？生病了，生病了，啊。这估计这至少要搞个2-3天哦，人不好。我是在温州啊，但是现在没在温州啊。你还在温州吗，巧克力？麻子没有二哥坚挺，为什么3天没精神？因为他人不舒服。麻子今天下午不是嗨的屁爆在那个小店门口，他嗨的屁爆，他人不是这样吗？突然生病。生病了，你知道啊？还有王子俊，我今天也开了31公里车呀。吃药了，他吃药了，他吃了蒙脱石散。没有羊，没羊，就人不舒服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也没接触什么人，就是跟我在一起，啊，不是羊了，不是羊了，不是羊了，他就是肚子疼。欢迎小土豆，欢迎小土豆。谢谢巧克力的小花椒，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巧克力的踏青游园，谢谢巧克力。兄弟们，这个巧克力是个女主播啊，兄弟们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啊。欢迎叮当猫 and 苗人凤。别乱说点点滴滴啊。别乱说啊。你再说这种，直接就只给拿下了。海口镇，到了海口镇了。今天骑了33公里吧，今天骑了33公里。明天应该能到青田吧，明天应该能到青田。不下雨的话应该能到，就是怕下雨。这里到青田还多少？
船再过了就到金，还早嘞，我们才到海口镇。我今天也没什么精神。有打字聊天的吗？能聊聊天就聊聊天啊，不能聊聊天，我等会儿就下播了。欢迎小嗨嗨，谢谢锤笔，这个字不认识。放首歌。听听歌吧，兄弟们。你们又不打弹幕，又不说话，听听歌，啊。月皮哥还在吗？月皮哥，游戏一场梦，十两。谢谢原初雨里送的海浪集团，谢谢。十年过吧，十年过。万一能看到光，能过个五星呢？欢迎波哥，波哥喝好了吗？波哥。万一今天能看个光，过个五星啊，至少。今天也好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自己，波哥喝好了吗？波哥，没喝多吧，波哥？晕了呀，少喝点啊，多哥。喝好就行了，别喝醉了，波哥，喝醉了伤身体啊，波哥。喝好就行了，喝酒喝好就行了啊。兄弟们，还有九分钟啊，还有九分钟，能凑一凑就凑一凑啊，兄弟们。